将军起床。现在7点多。他们要去录歌了。今天啊？对啊。起来了，今天有事儿。今天要录歌。哎呦！为什么你睡觉连枕头都没有？像那个小凯和千玺，好吗？你要穿衣服裤子啊？你要穿裤子？你没穿裤子吗？你昨天晚上写作业了？没事，我这段会掐掉。你是要穿裤子吗？我把灯关了，好了。起来了，回来了，起来，我去，起来了，你看，没起来，好不好？没起来，我们去坐起来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起来了，然后一会儿再来，起来，按平了，拿过来，起来，哎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你把这个拿起来扔一下，就起来，起来，打他，打他。我真棒，我来教学。为什么要我教？看他起来了，我棒吗？啊，看他起来了，看我真棒。站起来。那你快坐起来就行，坐起来。看，坐起来了。太好了，我也起来啊，站得漂亮。所以你没起来的原因也是因为没穿裤子吗？啊，你快点出去。他们俩都起来了，对。
你怎么又睡呢？你看一下几点了，都七点半了，好吧？啊？天喜还没起来呢。起来，你不起来拉裤子？起来了。你起来，我起来。起来。这边。起来。我起，我起。起来。哎，拉裤子。穿裤子没有？没穿，我关下灯，你穿裤子。他一直录着。王源，这是你叫醒他们花了半个小时的觉。自己都没有醒。跳个早操吧，好不好？还有早。是啊。哦。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这算爱，我还搞不明白，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能够牵着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，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，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